平日里的热巴小仙女笑起来迷倒一片，但近日她却颠覆了大家对她的印象。我们的热巴私下竟是这样的。近日热巴拍了新剧《1001夜》，她扮演一位英俊潇洒的俏公子，但片场休息的时候却小动作多多，时而吃手，时而撅嘴舔舌头抠眼睛，简直是多动症的典范。不过胖迪究竟为何会有这些小动作呢？这和她平时外向且神经质的性格有很大关系。比如她曾经演过《克拉恋人》的女二号高文，那些动不动就自嗨的情节，时不时脱线的女神经行为，演的根本就是她本人。这样的胖迪不愧收获了网友的神评论，说她撞脸黄子韬，有图为证，别想抵赖哦。好尴尬呀、啊还有更炫的，奇女子热巴刚从1001夜剧组嗨回来，就上演一出机场变身大法。平日里活泼调皮的热巴，今天却严肃高冷，一副老娘很酷不聊天的状态，就连走路都变得超快，一不留神就没人影了。胖迪这是怎么了？后来贩子揭穿了他的假高冷，原来是毛衣穿反了，内搭高领 Balenciaga 的 logo 应该在后面，但热巴却跑到前面了，大衣扣子竟然也系错位。再看看最令人哭笑不得的秋裤，热巴害怕脚踝处露出秋裤边边，直接强行撸上去了。不过网友评论说这样才是真的 fashion， 迪老大每次都不负众望，看来是真爱粉无误了。在请了半个娱乐圈明星的腾讯星光大赏上，热巴也美美哒出镜了。你们猜她是怎样搭配的？她身穿 Dolce & Gabbana 高级定制礼服 Sarah Gunn 系列，这件蕾丝质地的礼服整体看起来并不惊艳，而且腿部纱过于透，但也被热巴穿出了特别的感觉。比如独特的 DNG 枫树腰设计，这个又不乏俏皮感，与整体造型一结合，立刻带出了小性感的味道。仔细看这树腰还有点眼熟，原来之前杨幂出席活动穿的也是 DNG， 而且两位礼服裙都是黑色，且都有爱心的形状。这么心有灵犀，真不愧是好闺蜜。但一对比，她们的整体风格还是有不同之处的。大幂幂的礼服给人沉稳大气的感觉，热巴则是性感妩媚小妖娆，倘若她们站在一起，必然引来非礼无数，真期待同框啊。热巴不论工作还是生活状态，都给大家展现最真实最自然的自己，期待新剧的播出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大咖们拍戏的剧闻，那就赶紧关注腾讯时尚公众号 get 吧。